好，现在看第二十八愿，菩萨道树普见愿。这一愿的大意是，如果我成佛的时候，我所住持的刹土的菩萨乃至少功德者，就是功德很浅少的菩萨，也都能够知见我净土当中成菩提道的道场树所具有的无量的光明、无量的颜色，以及菩提树的高四百万里的这种情形。如果这一愿不能兑现，我就不成佛。这一愿从字面上看好像也看不出什么深意，但我们去体会这一愿还是意味深长啊。法藏菩萨因地考察他方世界的刹土，虽能也有佛示现八相成道，每一尊佛在他的成佛的时候一一也有菩提树，但是他坐下的弟子以及一切众生都是随他的耶师的心自理所见的佛成道的菩提树，不是很庄严，就是见不到报身的菩提树。法藏菩萨就发愿，只要往生到我刹土，哪怕他没有破无明的人，修习少功德就是初发心的菩萨，没有断烦恼的菩萨，按他智力来看是见不到这样的无量光色的高四百万里的菩提树的，现在我要加持他让他见到，见到这个菩提树，报佛的菩提树，就能得殊胜的修道的真上缘。谈起这个菩提树，一般我们到印度朝圣都会到主要的一个地方菩提迦叶，就是佛成道的地方。菩提迦叶前面有一个叫正觉山，佛在泥莲禅河放弃苦恨要找一个成佛的地方，先是到了正觉山。佛在一坐呀，整个山都在动摇，所以这些地神告诉这位太子，你要成佛的地方是要在菩提迦叶。菩提迦叶就是三千大千世界的中心，这个树下面有金刚座，这个金刚座是贤劫啊，我们这个世界是贤劫，贤劫当时这个最初生成的时候，这个与大地同时显现的这个金刚座，所以这个金刚座才能承载一个菩萨成佛。他只有在金刚座上成佛，他这个地才不会动摇，才不会塌陷。在其他地方一坐一在这样，他可能地就塌陷，山就会崩塌的。所以贤劫千佛成佛都要在这个地方，是菩提迦叶那成佛的时候大地震动，但是这个地方它不会摇动如如不动。就在这个金刚座上有一棵菩提树这棵菩提树就有意思了现在大家到那去都是以菩提树为中心外围有好几层的高台，真正的悬金行也有很多各个国家的这些比丘居士在那诵经顶礼菩提树那地方由于大家都有一种恭敬心，一到那地方真的感觉到气氛非常的吉祥到那去呢就有点不忍去，
不想走，舍不得走的感觉啊。在佛在世的时候，这个树非常高啊。每尊佛成佛的菩提树的名称不一样啊。这个像毗婆尸佛，他的菩提树叫波波罗，施其佛的树叫芬陀利树啊。释迦牟尼佛成佛的叫毗多罗树。当时佛成道的时候有100多丈这么高，但是在他的流变过程当中，这个经过好几次的摧残，这棵树的这个树干黄白相间，冬天和夏天不凋萎啊，光明鲜韧不变化啊，不会凋残。但是有一种情况，在佛涅槃之日，涅槃就是2月15了，哎，这棵树就有感应，这棵树就会凋零啊，脱落，但很快又恢复如初。所以常常在这个佛涅槃之日，这个诸国的国主啊他们都会带着很多的大臣啊信众到这里来啊，做种种供养礼拜啊，再用那个香水香炉来灌溉这棵树啊，然后对这棵树啊音乐香花啊灯，几天连续几天做供养的。那他历经创伤啊，阿育王的时候就已经破坏了。阿育王刚刚登基的时候，他是信受外道的，不信佛的啊，信受外道他就会毁佛的遗迹啊。当时佛灭度之后，菩提树是佛的一个重要的象征嘛啊，他们一般毁佛的就要毁这棵树，所以当时阿育王就派了很多兵呢 啊来砍伐这棵树啊，甚至把这棵树的根茎枝叶啊一寸一寸把它截断，然后就开始烧这棵树来祭天呢。但是神奇的是，这个被烧的这个烟焰还没有啊这个扑灭的时候，忽然火焰当中又升起了两棵树，猛火当中升起两棵树，而且枝叶繁茂，所以一般就叫灰菩提树。是阿育王是见到这样的一个奇异的情形，他开始觉得自己罪过很深了，包括还有一些打仗杀了很多人，为什么以后他虔诚的信佛呀？啊，是有这么一些奇异的经历，啊，所以他就对佛教产生了信心，啊，所以他就重新用那个香炉来灌溉这个菩提树还没有拔出的根，哎，这个第二天呢，这个树就长出来了。虽然破坏了，很快长得跟原来一样了。但是阿育王他有个王妃呀、妃子，也是一个信外道的，他就悄悄地派人又重新砍伐这棵树，啊，那么以后阿育王自成这个奇景呢，这棵树又生长起来了。这是第一次被砍伐，在第二次就是在7世纪初的时候，也有一个恶王叫奢赏迦王，他也是信外道来砍伐这棵菩提树。但砍伐之后，又有一个信佛的王叫满咒王啊，据说他是阿育王的哪一世的孙子啊。哎，用1000头牛的炉来灌溉，哎，这棵树又活过来了。到了12世纪，那是伊斯兰教，回教徒入侵印度，
那这个菩提树就遭到了彻底的摧残啊。所以为什么佛教在印度基本上被毁掉了啊？当然当时印度的本土宗教也被这些回教徒毁掉了啊。你只要到竹林金寺看，他这个对佛的重要的地方他都搞个伊斯兰的一个坟墓啊，一口棺材在那压着啊，就是它基本上是一个毁灭性的破坏，所以这棵本树基本上被摧残掉了。现在这棵树是什么情况呢？是移植过来的。当年阿育王的一个女儿啊，叫申其密多，她曾经把这棵菩提树的树枝带到了西南。西南首都啊，大梅加顶。以后这棵本树在印度菩提迦叶毁掉之后，再把这个西南的这个菩提树的树芽再移植过来，长出来的。所以从十二世纪到现在，实际上这个菩提树也就是八九百年了啊。这个不是佛陀当时的成道的菩提树。但是也类似于是佛当时成道的菩提树，因为那棵是从那棵树里面分支过来再移植过来的。这是我们谈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示现的菩提树，它是很神圣也很神奇但也是众生的共业属感随人的业力属见不同。那阿弥陀佛的发愿是不管你往生者的自身的功德浅深、业力的程度，都要平等加持你见到这个菩提树，就是乃至少功德者。乃至少功德者就是没有断烦恼的人小菩萨或者初发心的菩萨，按他的智力是见不到这样的菩提树的。因为你看观经讲，西方极乐世界七种行树，每一棵树只有32万里，就是8000由旬。一树是8000由旬，就算1由旬40里，也就是32万里。但是这里显现的是400万里，多出了10多倍。而且他能见到这个菩提树的无量的光、无量的色。为什么要加持他见这个呢？就是我们从后面看到这个菩提树的加持力极大。这个菩提树就是阿弥陀佛的整个的法身的显现，他的枝叶繁茂，种种珍宝具足，无量的光、无量的色、无量的宝网无量的音声所以你往生者只要是六根接触这样的菩提树，这个六根就清净那见到菩提树的颜色，听到菩提树发出的法音，尝到菩提树果的果实的味道，鼻子嗅到菩提树的宝香，意念身体接触菩提树放的光，意念思维菩提树的功德，那么就会怎么样呢？你就能得无生法忍，得三种忍音响忍、柔顺忍乃至无生法忍。这就意味着我们一往生，哪怕是少功德者，我们见到这棵菩提树、道场树，我们就能够证得无生法忍。这就是以菩提树做佛事了，这就是全摄佛功德为智功德了。这就是一往生，那这个成佛就很快了，不需要自己苦哈哈的修行多少劫了。你只要知见，这个知就是看得清楚，见就是了了分明，
你六根接触这个菩提树，内心是了了分明的，是能够清晰的接纳到这个菩提树所传达的那种悲怨的信息的，所以它就能够令我们快速的证到道果。